大家好，我是林德燕，欢迎收看《时间密码》。今天是礼拜五，台北股市跌一百九十七点，连续两天跌到让人家心慌慌。对，第二哦。昨天一天融资大减六十亿，融资一天增减十亿以内都正常的，到二十亿就比较多，一天减少六十亿。 一年看不到几次，所以昨天很多投资朋友落荒而逃，啊，被美国升息三码，真正惊到。礼拜三美国发布升息三码之后，结果从跌一百七九点一路急拉上来，变成涨六百四十七点，收盘涨三百零三点，那不是利空出尽了，全部都大涨了。 怎么昨天跌得更惨？昨天道琼最多跌到九百二十八点，收盘跌七百四十一点，纳达克跌四点，跌四趴，费德玛体跌六点二趴，欧洲跌幅都到三趴以上。为什么这样？不是利空出尽了？怎么昨天跌得更惨？所以我在节目我一直讲，我说美国升息两码其实已经很多了。 你升到三码，那一定会有后坐力啊，一定会有后遗症的。美国升息三码的后后遗症是什么？逼的其他国家都要跟进升息啊。我昨天在看晚上在家里看新闻的时候，然后就在报啊，国内也要升息半码。然后我老婆就问我说：“美国升息是美国的事啊，为什么我们要跟着一起升息？” 所以很多人搞不懂为什么美国升息，其他国家也要跟着升息。我今天跟大家谈这个东西哦。美国升息三码的后坐力，什么叫后坐力？你看枪有没有？你枪开出去之后，它会有后坐力。那你炮也是一样啊，炮打出去它会有也会有后坐力。坦克车那个炮也很大，那炮一打出去，坦克车都会后退。 所以力道越强的动作，后坐力会越,越大。美国升息到三码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知道，美国会升息三升息三码的同时，全球资金会流向美元。那资金流向美元，美元就会涨，对不对？那美元一涨，所有美国进口的物价就会下跌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的杀手锏呐、啊。 啊，这是很重的杀手锏啊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，也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。它出口产品部分武器很多啊，同时一些高端的精密设备，那农作物包含牲口啊，牛肉、猪肉也都相当大量。可是，一些民生的消费品、需求品几乎都大量的进口。 那大量进口的时候，我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啊、哦，现在美元一比二十八台币，那一块钱的美元是不是可以买二十八块钱台币的东西？对不对？那你大动作升息，钱流向美元，美元一升一升值，那假设升到二十九，那是不是变成原本一美元可以买二十八块台币的东西，那就变成一美元可以买二十九块台币的东西？ 让同为什么？所以美元的购买力就会提升，进口物价就会跌下来。所以为什么美国这一次一次三码打下去，就是要让立竿见影看到物价下跌？可是这样的大动作，它的后坐力是什么？你想哦，美元一升息、一升值之后，美元涨，那其他国家货币是不是都要下跌了？ 那其他国家货币下跌，那所有国家进口的东西都要涨价了，懂我意思吗？啊，比如说进口一块钱美元的东西，假设原本一块钱美元，我只要花二十八块台币，我就可以买了。那现在升到二，贬值到二十九，我反而要花多花一块钱，才能够买到相同的东西。所以进口物价一上涨，也会带动国内的物价跟着上来。 那有些东西是国内不产的，需要靠大量进口的，啊，很多仪器设备啊，还有很多东西，国内需供给量不够，需要大量进口。你不管是跟美国进口，或者跟其他国家进口，只要用美元计价的商品，货币一贬值，进口物价全部都要涨。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输入型的通货膨胀，这样听得懂吗？ 所以美国昨天那个大力度三码一下去之后，自己物价很快会打下来，可是也会造成其他国家物价全部都涨上去。那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，那就要怎么办？逼迫其他国家跟着升息啊！就要逼迫其他国家跟着一起升息啊，否则其他国家进口物价全部都涨上来。 啊，所以那个动作其实是不好的动作，动作力度太大了。你知道昨天美国升息完之后，昨天六月十六升息的国家有多少？美国三码，升息完之后，英国马上升息一码，巴西两码，香港三码，瑞士十几年没升息了，也突然发升息两码。那破万那边。 卡达也升三码，阿联酋升三码，巴林升三码，科威特升一码，沙迪阿拉伯升两码。我们昨天也升了半码。你看，昨天美国一个动作出来之后，十几个国家马上跟着升息，因为不升不行啊，否则美国物价打下去，其他国家物价就被被这样打上来了。这样懂我意思没？所以为什么昨天美国升息力度一出来之后，大动作一出来之后，反而造成？ 全球股市瞬间大跌，得这些、个、原音，啊，这样听得懂哦。还好啦，升息也升完了，对不对？下一次升息的时间，七月底二十六、二十七。所以接下来美国还会这样大力度的下去升息，还是不会？那就看这一个半月，美国物价会不会打下来。如果打下来之后， 那到时候七月底的动作啊，就会变小哦，否则让一直用力打、哦、全球都会打乱掉，不是好事啊。我这两天给大家看，道琼工业指数这一年来啊，都在这个下降轨里面。那、啊、守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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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拉上来三千点啊，又打回来，回到起涨点。那、啊、目前在这个地方，弹完底之后一个背去啊，一个背去，你看今天。 昨天大跌的美股，今天电子盘道琼已经涨两百六十点了，纳达克也涨了一点一七帕了。那包含目前欧洲股市的部分，欧洲昨天大跌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欧洲股市目前也都开始上来了，啊、哦，也都开始回稳上来了。台北股市昨天从开高两百一十点打到变成跌一百六十点。 从开高两百一十点打到变跌一百六十点，来回三百七十点，来回三百七十点。昨天外资是小买，融资大减六十亿啊，投资人吓得落荒而逃。那、啊、今天一开盘，很快就跌了两百二十点，弹上来剩跌一百二十点，再破底变成跌两百五十六点。尾盘哎，减平，我们盘出来了，收盘跌一百九十五点。 今天成交量三千零八十七亿，啊，可能你们会记会想说，哎、欸，林老师，你不是说上涨怕没量，下跌怕有量，啊，今天下跌量这么大，是不是不好？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么大的量？光是最后一盘就五百七十亿了，平常最后一盘大概都是一百二十亿到一百八十亿，今天最后一盘高达五百七十亿。 啊，因为今天富时指数新的成分盘后生效，所以最后一盘外资在大换股，所以成交量做出了三千零八十七亿。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比我想象来的更强啊！啊，比我想象来的更强啊！你看昨天，昨天从涨两百一到跌一百六，昨天已经三百七十点了，对不对？ 先再跌两百五十六点，安尼两工对关键爬来六百二十六点，六百二十六点相当于跌了三点八六趴，所以你不要看今天只跌一百多点啊，从昨天打下来到第一点是跌了三点八六趴，跌了三点八六趴，道琼才跌二点四趴而已啊，纳达克跌四趴，所以我们这两天的下跌跟美国股市其实是差不多的。 阿妈、啊、是瓦金当爹。大盘的部分，我一直跟大家提醒，大波段七十三天周期讲完之后，连涨两个多礼拜，涨了十四天，涨了一千两百点。那小波段我说过，走十四天的倍数，二十四、二十八天，十四天、二十八天，所以上来第十四天的时候，我提醒你注意转折哦。 讲完之后，连续两个黑棒出来，我就告诉你了，开始进入调整坡了，啊，开始进入调整坡了。果然行情越走越低，越走越低。我在礼拜三的时候，这是礼拜三的图表，哦，我没有在印新的。我在礼拜三的图表里面有告我提醒你，剩下最后三天时间，春最后三缸的洗干，溜起来拢会来，溜起来拢会来，直到三天结束。所以昨天开高两百一十点，个怕都来。 给你个帕罗几本？那今天是剩今天是第十二天呢？啊，今天是第十二天呢、哦？对，今天是第十二天呢？对，今天第十二天，你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啊，今天是第十三天呢。 啊，今天第十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啊，今天第十三天，十四天的周期，下礼拜一，奥利拜一，就是关键的反转日了。我从第十四天高点出现之后，我就提醒你了，接下来要修正十四天，每天都讲，每天都讲，只是到最后的时候，你知道行情涨到高点的时候。 会让你害到不行，所以在第十四天的时候，这一天是大涨的。那相同的，当跌到反转前的时候，那一刹那，一定让你吓死掉，吓到让你不敢买股票，杀光光，行情弄来呢？所以最后这两天的时间，沙盘确实很恐怖，可是危机跟转机就在一瞬之间。 懂得维基入市的，你才会有超额的利润。昨天融资大减六十亿，我看今天融资恐怕也会减少不少啊，可能三四十亿、四五十亿也会有。那不管你这两天怎么样做，下礼拜一,一旦反转讯号一出现，你该有的动作都要弄出来哦，听得懂吗？下礼拜只要反转讯号一出现，你该有的动作都要出来。 否则，接下来你会跟不上车。我先这样跟大家讲。昨天台湾也升息半码，那我看了很多的节目都在讨论升息，银行是有利差，那银行股会不会有机会表现？我听了之后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今天银行股全部都跌，银行股怎么会有利差、啊？ 台湾这一次我们只升息半码，更重要的是存款准备率升一码。存款准备率升一码是什么意思？存款准备率升一码是央行在对银行抽银根了、啊。央行对银行在抽银根，金融股怎么会涨呢？这样听懂没？啊，所以很多事情判断上面要有正确的解读才行，啊，才不会判断错误。 那今天最强的股票族群在哪里？给你熊熊的家啦！长隆、阳明、万海，今天大跌都不跌了。昨天礼拜是长隆、阳明、万海跌的好重啊！我就跟大家讲过了，昨天长隆、阳明跌是什么原因？因为当中造成的，亏盘、亏关、冷空，很多当中抢进去，抢进去发现不对，砍下来又买。 又杀又买又杀，昨天长隆、阳明当中占成交量五十趴，长隆融资大减二点五万张啊，二点四万张，反而外资买长隆，昨天买了四千多张，阳明昨天融资也少了六千多张，三大法人合计加起来才少卖三百张而已。昨天我就跟昨天我就跟大家讲过，莫去欧别太哦。你看今天大盘。 开盘跌两百二十点，长龙马上守住回稳，跌到两百六十五点，长龙根本不下来了。向中领先止跌的股票，下礼拜的反转讯号优先注意。亚明也是，昨天那么弱，今天大盘跌两百二十点，一开盘就翻红。大盘在十二点跌到两百六十五点，已经下不来了，尾盘一拉高。 大盘跌一百九七点，涨了两块半收。当天最强的股票，就是接下来反转最重要的指标股。所以阿里拜、长隆、阳明这两支股票，爱注意。大盘的反转讯号，这两支股票的表态，啊，将是最重要的领先指标。那我也跟大家讲过啊，那给你一个可怜叹那不不折扣的股票，本币才一倍呢啊，本币才一倍而已，没有必要随着市场情绪去欧美台价。 这个下来后面只要一发动啊，都很可观的。台积电昨天是秒填息，对台积电昨天是秒填息，大盘跌一百六十点，它还能够撑住。那今天台积电一开就开低，收盘跌了九块钱，哎，跌九块钱占指数五十八点，大盘跌一百九十五、一百九十七点，台积电我啊不跌，可是台积电不是拖油瓶的啦，今天。 昨天 ADR 的部分，台积电是落啊五趴呢，日月光跌了五趴，联电跌了五趴。很多人昨天晚上看到 ADR 的下跌，惊喜啊！啊吓死了！台积电、连电、日月光 ADR 都落啊五趴去。那今天有们有跌多？没有嘛，才一点三趴而已嘛。啊，所以正常交易的部分，台积电、连电。 还是相对比较稳的。台积电，我昨天跟大家讲过，五爸、块加护军拢会塞买啊啊，都可以买。大盘下礼拜要反转，台积电是责无旁贷了，权重占了快三十趴，台积电啊无扭转，大盘不可能会上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下礼拜台积电的反转动作，你一定要注意。大盘能不能反转，台积电一定要表态才行，尤其业绩好成这个样子，对对？ 那这后就力挺多，那连电间跌了二点九趴，也没有像 ADR 跌五趴跌那么夸张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相对还是比较稳。我今天还也通知会员四七点二啊，这种是 IQ 啊，这里都可以买了。八个月营收历史新高，没有人像他这么厉害的。这次跌到四十三块半，我都提醒你，还是 IQ 啊，紧接着涨了二十一趴上来。 那涨了二十一趴上来，台积电回到起涨点，让联电的没落哈轻吗？对不对？所以相对台积电更强的股票，把眼光看远一点，这后边拢大行情诶，今年探七块钱，比比啊十五倍，会有外追、哦、所以看看远诶，后拜台积电、连电这两支啊、哦，都真重要。联发科今天被打到跌四十二块钱，为什么？昨天飞腾半导体跌了六趴。啊 飞成半导体跌六趴，台北股市跟美股的衔接最直接就在半导体这一块嘛，所以飞成半导体一跌六趴，所以为什么今天台积电、联电啊，包含日月光、联发科，整个 IC 设计设计族群转波龙把三趴四趴就走位，因为被美国的半导体股给拖累到。那联发科下个礼拜的指标性也味道很重，因为联发科只要能够止跌回升，那么整个 IC 设计股。 那个资金很庞大，都让它背起来了。那同时高价股也会被带上来。联发科目前的营运是公司成立以来最强的营运。你看，咱去年八百五、八百十卖，一千一卖掉，卖掉之后再下来八百块钱。我也提醒你，一再开始 Q 呀，给你一个摊在八十五块。啊，讲完之后打完底，拉上来，涨是不是一百多块钱呢 那现在打下来，这就是最后的机会啊！这是最后的机会，底部你要敢买，你才会有赚大钱的机会啊！你该探多少钱？下礼拜反转讯号只要出来，该有的动作要出来哦，不然跟上你的脚步，我带着你做。进广告，休说马上回来。 林老师二十五年操盘经验，精准掌握国际股市，深入台股产业研究，操作重视基本面，精选高成长公司，配合独创操盘法的量价时间角度趋势转折与循环，掌握底部起涨与高档转折卖出的稳健获利模式。跟着老师的脚步，就能迈向财富成长之路。立即来电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，华信投顾。 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、专业、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。 换回到现场。危机转机是一瞬间，懂得危机入市，你才会有超额利润。我一直提醒你十四天的周期，今天是第十三天了，下礼拜一就是最关键的时候。爱朱宇哦，现在欧洲已经在开始大涨了，德国涨了一百七十点啊，法国也大涨一点二趴。今天晚上美国股市。 会不会有大反攻的机会？当反转一确认，该位动作你一定爱出。赚大钱第一步的股票，该买你一定爱跟落买，后面你才有机会赚三十趴、赚五十趴。很多赚大钱的个股，今嘛各金融紧续跌，三个月营收历史新高，今年获利也成长七十几趴，这趴来拢是爱买，这根本是啊。 股价腰斩，一百七十三跌到剩九十，获利第一季反而成长一点一倍，所以你不用去买那些投机股，也不不必要去做那些基差股，找这种赚大钱底部的股票。d 在瀑布以后，你的探多大钱啊，耗时间。最近已经好几档股票下不来了，你们注意到很多了，我也不可能每档都告诉你哦。你看华硕。 今天大盘跌一百九十七点，那嘛是落扣半的呀，落未落呀、啊？有没有？礼拜一大盘还在一万六千四的时候，当天跌一百三十九点，落两扣对，大盘又跌，等到 K。到今天，大盘跌更多，跌了一千多点，还是在相同价格。你看华硕，最近这一个礼拜大盘跌了一千多点，哎，未落呢。 大家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呢？大盘跌一千多点，能够不跌抗跌的，代表啦，代表已经紧绷啊嘛，代表已经见底啊嘛，所以大盘两百点、三百点的抬，伊拢抬不落来。加上业绩这么好，六十块钱比比五倍，所以这种股票、底部绩优股，你都要注意啊！好几档这种股票，我没有办法一档一档告诉你。 啊，不要多叽叽叽叽在那讲。对，泰博，麦西，今年光是上半年就有机会赚到十七块钱以上。啊，这两天也传出快筛试剂的假货，它受贿是最大的。下礼拜要注意哦，跟上您的脚步。最后祝您操作顺利。 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